时光温柔还需你懂，生活可爱还需你宠。这里是恋爱学院。N985723个3是咱们平台的超级用户联盟，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，上门。我警告你啊，这是八楼，我不会让你过去的。啊、下跪，先松手。走。啊！爸，叫爸爸道歉。哎呦，人家只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嘛。对不起了嘛！给我削掉这个肥肉，有能！解约的事情，我应该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何西啊，我诅咒你以后找一个男人给我当老婆！你与同一个人电光火石的两次碰撞，这说明了什么呀？缘分啊！这毁灭其实还在。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死绝了，我也不可能和他好着。该死的韩俊，该死的偶像剧，该死的冲动。喜欢人家就直说嘛。女追男隔层纱，男追女隔座山。就昨天晚上那个事儿呢，是一种礼仪，它没有任何的意义的。第一点，坚持。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关系？上司和下属关系。第二点，不要脸。你今天真漂亮。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第三点，坚持不要脸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他就是个渣男，所以我不同意。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。不是，我做不到。何西啊，他一尸两命，他这辈子都得背着。我实在不希望看到我们这帮人因为这件破事分崩离析。你就是骗钱骗色的狼。你跟我结婚就是为摆平工作，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太自私了吗？年轻人，爱一个人不是看你能够为他付出多少，你来就是为了我了，而是看你能给他带来多少。Surprise！愿意也给我一份安全感。